时间大家好，我是佩佩。前天的时候，我姐姐的无名的部落格又上了首页了，为什么呢？因为她贴这写的那个标题好像很获得大家的认同。她写名模 sorry， 辣妹 sorry， 我把你们的秘密都说出来了。因为啊，她写说女生呢一直洗胸部，一直洗胸部，很可怜呢，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大热天哦，你要看很多男生他们只穿一件吊搭而已，因为真的太热了，甚至男生真的热到不行。可以把上衣脱掉，可是女生不但不能这样子，有的人还必须内衣里面再穿 new bra。 你知道 new bra 即使在标榜带透线 new bra 还是非常的闷，撕下来之后都是过敏啊，然后起水泡啊，红肿。然后如果你不穿 new bra 就算了，你有时候内衣穿很厚，线很厚，我告诉你那里多热多不舒服，这个好闷哦。所以啊，我觉得我跟我姐姐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你是一直洗胸部，一直洗胸部，这个年代的审美观就是这样，就像以前人家裹小脚一样，现在看起来觉得好不合理，对不对？怎么裹小脚？裹小脚不是人体自然的构造啊，干嘛把它弄成这样子？可是洗胸部不是一样的意思吗？那为什么我今天还是要做这个，尤其洗胸部的主题呢？那是因为很多女生呢，她们虽然说没关系，我就像外国人一样走自然派，可是你结婚的时候怎么办？结婚那一天一定要好好的给他洗一下。那或者是我们可以用比较自然的方法，因为没办法嘛，这个年代就是喜欢比较集中比较有点效果的胸部，所以干脆既然我姐发表了这个文章大家也都很认同，那干脆我就反其道而行，做一个用自然的方法而且是舒服的方式，让大家的胸部看起来比较集中一点。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给大家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是你平常在家睡觉就可以穿的，或是你平常在家就可以穿。那在日本哦，再告诉大家，日本还有流行一种什么东西，你看哦，这个小可爱他这样子穿起来之后，对不起，头发太蓬了，这样好穿进去之后啊，它是从好，它看它很紧，它弹性超好，它就让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睡觉躺下去的时候，胸部不是就会有一点点外扩嘛，对不对？它要让你连睡觉的时候胸部都是集中的，可是并不是那种挤得好不舒服，因为它是很弹性的、很舒服的一个布料，所以让你在睡觉的时候啊，它也不会搔抓抓的太严重，就是还是有一点点集中这样子，让你啊平常胸部在发育或者是还有机会长大的时候，长成的形状就是比较紧一点、比较集中的，用这种舒服而且慢慢一点一滴累积改善，然后制造出来比较集中脱高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人道一点的做法，不要等到时候要恶补的时候才在那边洗洗洗，有没有？那个有点太辛苦了。好的，那日本呢？除了这种之外，日本还有流行一种东西，它是有点像绷带的，就这样缠，穿起来就是一片这样，就像你睡觉专门睡觉的时候穿的，它没有胸罩，它就只有一个袋子这样。那让你的胸部集中，睡觉的时候不管什么翻身，然后都不会位移，就是让睡觉的时候，很多人像有的戴那个牙套的时候，医生都给你戴一个有点像安全帽的东西，用住你的下巴，因为你戴牙套的时候，有的可能没有矫正好，就会变厚道，必须戴一个东西，睡觉的时候再戴就好，这样用着，然后就睡觉，这样是一样的意思的。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看到，刚才看到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以比较舒服的方式，对不对？那接下来啊，我们要带大家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很多人啊，他在穿内衣的时候，他可能有时候会垫一些垫子，可是这些垫子要是一不小心掉下来的话，可就糗大了，垫子掉在你喜欢的人面前还得了，不要说喜欢的人面前，同性的朋友之间，女生的朋友面前掉下垫子也很好受吧。所以啊，这个东西啊也是日本的东西，我不知道在台湾可不可以买得到。你看哦，它很有趣，这个垫子它是可以这样，它是放在你的胸部胸罩的这个地方，不是放在里面哦，是放在这个外面，这样它可以多出来的一块就放在这个地方腋下的地方，因为这样子啊就是可以，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紧，你放在胸部这个地方很容易垫子就掉出来，对不对？所以它多了这一块，可以用这种松紧带夹住的地方比较不容易掉，而且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非常的不滑，它呢实在是太直滑了，所以有的人很多人穿胸部穿胸罩穿一穿，你一举手有没有胸部位置移动，你一放下来胸罩跟胸部的位置就分开来了，这时候垫子就很容易掉出来，或者是这边看过去就有点空洞，很容易就有曝光露点的危机。所以它这个你看到它超级不滑，
非常非常不滑，因为女生的皮肤其实有点滑滑的，尤其是胸口的地方其实很滑，它是一个非常的不滑，很死滑，就像我们在走楼梯的时候会有那种死滑垫一样，有没有？不会让你滑倒，它就是不会让你的胸部高刷，就是一样会维持那个形状在，一样是比较集中，然后即使你举手举了很多次，然后它也不会位移，就这样两个。很可爱，有没有？这个我记得我当初买好像折合台币才一两百块而已，还蛮便宜的。我觉得这很对很多女生来说应该还蛮实用的。然后它又有就是止滑的功能，又有点托高一点点的效果，所以这还不错。对女生来说也不失为一大福音。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看到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个可能要先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告诉大家照片还没好，我先给大家看这个东西好了。跟大家说一下哦，我平常胸部并不是很大的女生，可是啊，待会大家看到那个照片会觉得挤得有一点点太恶心了，我自己觉得啦。可是你要是真的要结婚的话，必须就一定要挤这样啊。你在结婚当天啊，告诉大家你除了就是胸罩要慎选之外，你还可以穿这种马甲，看起来娇娇细的。但是今天的主题是在胸部，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赘述它的腰看起来有多细，是主要是这一块。你的胸部会放在这边，然后啊，它两旁啊，就是有 U 字型的，有没有？这两块，这两旁，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它可以让你的胸部很集中，而且不会跑掉。好，我知道怎么拿了，这样，这两个地方，它可以让你胸部超集中，然后你的胸部就被困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变超级重而且超挺的，然后这个我是觉得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它穿起来也很舒服很合身，而且现在有出那一种只有上半身而已哦，没有肚子的，如果你的腰本身就很细，小腹就很平坦的话那就没关系，那你就只要穿有上半身这个就可以。这个是我去上别的节目的时候那个老师送我的，这一件不便宜哦，这一件是它所有系列里面最贵的，可能要上万块或者是一万上下，我在猜价钱应该是这样。然后它穿起来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惊人，然后还可以搭配它的胸罩，然后里面可以塞东西，就会非常的集中了。那要给大家看一下照片，请问你照片好了吗？没有照片好可惜，没关系，在这边啊等待照片出来的同时，如果没有照片的话也没关系，反正告诉大家那天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啊就是看起来哦有阴影，就是很像两个篮球在这边，效果超好的，所以大家可以慎选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当天有重要的体验要参加，或者是宴会或是重要的场合的话，那你可能就必须用如马一天造成的速度来造成它，就要穿那种效果超好超集中的那一种，但是平常的话你就可以让它放松一下，透透气，不用这么辛苦，平常啊一般的日子里你就可以穿这一种，就是让它慢慢开始集中起来。那或者是胸部更小的人可以再垫一下这个，比较不会有高刷的可能。那告诉大家我准备的这些东西前提必须在你虽然小胸部可是还是要有点肉才集得成，如果真的没有什么肉的话那可能就没办法了。好的，照片如果来不及在这边秀给大家看，来不及秀没关系，那我就在天里爱飘飘的网站上面再把那个照片用给大家看，那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看起来那个老师说哇你穿起来应该有一吧 ABCD 的一，有没有差很多。好的，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多爱自己。下面是片连飘飘的部落格的网址，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虽然呢、我们有时候要教大家一下怎么样让自己胸部看起来更漂亮，对不对？可是啊，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心得，就是啊，我们之前有配合，就是明视这边有配合一个化妆的工作室，然后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就是可以讲一下他们就是之前配合的那个工作室，他们的发型师跟化妆师各有一个重量级的女生在那边，可是问题是他们很年轻哦，重量级，可是他们就有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归宿。然后我跟我姐姐想说，哇，人家都结婚了，而且老公对他们这么好，我们怎么就是好像到现在还没办个缘一样。然后我们就想说，哎，也出原因是因为人家会珍惜，人家会满足，可能他们觉得我们好像有点胖胖的，没关系，只要有个人真心对我好就好了。我觉得知足是最重要的，那尽管你的外观再怎么样漂亮，可是总是会老去的，所以建议大家找一个真心爱你的人，比你在自己身上用些利利口口，然后用得很辛苦很累跟绑脚脚一样，其实还来得重要。